奔牛逃亡劲好玩，坏嘅玩具你有冇？更多类型嘅动新闻只在爽报放送，今日精选有西班牙奔牛节，四千人跑啊跑，追啊追，有人整伤但大叫话好玩啊！快啲攞份爽报或者去到爽报网站 shot 一 shot 啦！怀旧玩具陀螺、剑球、摸盘，你有冇玩过？所谓中咗数啊！大家一齐回到童年时啦。However, history remembers me. 吸血鬼猎人林肯，总统化身吸血鬼猎人。影评人陈真话，将打吸血鬼同美国南北战争、解放黑奴呢一啲历史挂钩，恶搞得嚟咧都够扎实嘅。要官能刺激系唔错啊，不过内容咧就唔好太深究啦。想睇多啲、知多啲，记住上嚟 shopdaily.hk 呢个网址啦。